跟他怄气啊，本来就是事实啊。你的新男友是二婚的，你们怎么知道呀？不是呀，明明就不是呀。说了我会离婚的呀。分开又不一定，说不定过得更好呢。合不合适自己才知道。你们不要乱说那些。我说了我要还啊，那个钱，我说了我要还的。哼，你跟你妈一个样，我妈又怎么了嘛？随便你们怎么说呗，就是不在一起了，你们就，骂我呗，随便嘛，反正。但是还是谢谢那些愿意支持我的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。黑粉，每个人都有黑粉呀，又不是人民币做到人人都喜欢。黑粉，每个人都有黑粉，再大的。干什么都有黑粉，什么做别人的小老婆，随便你们怎么说呀。我支持你，小燕，谢谢谢谢叔叔阿姨，帮我们点点赞呗，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，你这女的不好，不好你就不看呗，不正直的人。我妈也这样，你们见到过我妈吗？就在这儿说我妈。都说跟我妈一样，随便怎么说，都别点赞，你叫别点赞就点赞啊！谢谢明明姐送的人气票，谢谢谢谢，不想为你点赞，不点你就不。